伊早期来台湾接手的时候，摕到财产，遐袂当算内底啦吼。但是台底有种不动产吼，啊不动产的土地含房屋吼，迄内底有一部分应该是日本时代迄种留落来吼，啊国民党来接手摕到的。啊，所以有一部分吼，迄历史的物啊，啊但是最重要就现在这国民党的政权本身安怎利用动产啊摕这政权，啊在把握这个政治权力。我会记李登辉总统捌讲过吼。在李登辉总统的任上时，伊甲海外足侪的国民党嘅党产吼，啊收单用国民党嘅名来登记嘅。因为伫蒋经国时代内底，啊蒋介石诶集团和咱关税联合国，啊以及中华民国和美国等交了的时，啊中国国民党足烦恼啦，惊讲足侪资产吼，可能有钱也无用吼，啊所以伫海外无是安怎，拢用迄私人的名义来登记吼。某某人当然迄是中国国民党内底最重要的干部的名吼来登记的。啊到李登辉做总统了的时，大家收单啦，啊收单李登辉总统伊当时有发表过吼，大概一千几个啊，拢总国民党的党产达一千几个。啊，但今晚卖偌济，我唔知，即头头看用三百几亿嘛吼，我加清楚啦。啊，但有一千几亿，啊，但最近即、这个马英九总统伊也兼即个国民党的总诶主席，啊，所以呢，伊即开始哦，慢慢吼、哦，加即用国民党的名诶东山哦，伊也小张在改变讲哦，有的人是用个人的名来承担即国民党东山诶即职业啦。意思讲，因为过去国民党用党产是惊讲，和民进党和本土的社团、本土的力量，甲因讲哦，一定要规范这国土啦。啊，所以伊即摆开始改变吼，啊改变讲用私人名义吼来挂这国民党党产的名诶。啊，这有两项意思讲，伊马英九认为讲，如果伊无做总统、无做国民党的主席时，伊可能爱咱把握这党产诶。啊，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来讲，可能惊讲2016年国民党政权未当来继续在当选总统的时，可能这当选会互人归还国库啦吼。但有这两种的考虑啦吼，所以最近啊，这马英九总统啊，他这主席有这种的动作啦吼。这直接普通哦，足侪的民间吼啊，这在。在政界，那有些红这个谣传出来哈，我想我以上补充。啊，咱来，台湾教学会顶礼拜哈，啊，举行一个对台湾经济现目前愈来愈歹哈，啊，一个座谈会，啊，内底有提出啦，讲到即卖哦，即个是 GDP 到1.66%嘛哈，可能会变点也不会点哈，所以迄个负成长哈，有可能产生诶。啊，另外讲最近马英九。啊，讲过吼，讲明年医生变袂出来嘛吼，因为明年医生可能会缩水啦吼，因为即马收入较少啦吼，啊，所以今仔日来办这东山，啊，是来说，就是讲，马英九感觉讲医生办袂出来，变袂出来，啊，无讲愈来愈少，啊，无讲迄个 GDP 愈来愈少，啊，是东山足侪钱啦，啊，如果东山提出来，我想咱会足侪问题咱解决吼，啊，所以今仔日办这座谈会用一下啦吼，啊，东山问题。和台湾无一个政党法有关系吼，如果政党法来规范这个政党之间的公平竞争的时，我想台湾就无同吼，可能变成真正一个民主政党。啊，民主政党内底来公平竞争的时，我想台湾它变成一个政治上的民主吼。啊，但是到即马无安嘛吼，啊无安状况就是因为东山遮啦，啊所以马英九当然伊爱做东主席嘛，啊不会讲2016年了。伊想讲会当咧把握即个东山嘛吼，所以实在是即摆讲开始有计算伫内底吼，哎，所以变成讲国民党当然无东山的时，含金钱的时，因可能就烦恼啦。啊，所以咱应该爱面对这個问题提出，吼，咱应该安那看法，所以今仔办即个座谈会吼。第一个程序委员会还是什么会议啊？他们都是国民党，都是在背锅。这种情形啊，所谓党产归零啊，国民党只是说说而已了。事实上讲起来，国民党一直抓住是党产。那我的看法是这样：民进党是法律的人才济济了，但是民进党执政8年，我一直是建议。立法委员职权行使法里面啊，有一条了，
有利益回避的条款。既然有这个利益回避条款，那你讨论国民党党产的时候，国民党的立委是不是可以来参与表决？所以我是建议你们两位立委也是相当杰出了，民进党方面好好去研究这一个不当党产的这个条例要去处理的话，这一个回避条款的这个部分应该好好去使用。本来上一届的大法官的那个时候，我本来是民进党的这些有的人士，我就给他建议，那个时候假如民进党至少三分之一的立委也可以提案让大法官来解释这一些关于不当的党产这些部分，既然有回避条款的话，国民党立委应该是排除投票，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就通过了。但是民进党一直没有做，很客气，所以在国民党党产在运作的方式之下，你民进党给他的竞争已经矮了半截了。第二点就是政党法这一部分，国民党讲的是等于党产信托，因为我当内政部的政党审议委员了，我就是讲现在的政党有100多个，不健康的这一些政党的存在很多了。那我的建议是门槛呢、要降低了，他们现在都是5%，只是留本来是民进党是国民党，他们的两党联合起来，不希望其他台联党、亲民党这一些就是达到5%，这一种是不健康的。我那个时候就建议，世界上健康的政党的话，应该降低3%，3%。所以希望两位立委啊，政党法的话，这一个门槛3%，最起码让这一些有心的为了社会正义的这一些政党能够存在了，然后健康的推行政党政治了。所以这个部分我的建议这两点了，因为两位立委都是非常的优秀了，不管是民进党、台联党，对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了。民进党要对付国民党要用智慧了，不是冲冲冲，所以任何事情呢，一定要发挥智慧，有需要的时候，你这个现在大法官也许是偏向蓝的很多多了，但是他要去解释回避条款的话，他要问问良心了，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谢谢。有关各政党的补助这个部分，在我们上一会期，就是刚结束的这个会期，在这个选罢法，公职人员选罢法的确有讨论到，有讨论到。那台联的提案是1%，好，它降低，现在是5%，好，就是5%以后可以政党补助，台联降低到1%，民进党原来是3%，那么后来在内政委员会的讨论决议是2%，降为2%，好，但是国民党不同意，好。国民党现在只剩一位委员不同意，所以这个案子现在是送交这个朝野协商，好，所以现在还在朝野协商中。国民党不同意的委员是吴育生呐，好，吴育生，好，所以他完全不同意这件事情。所以有关政党的补助这个部分，我先跟郑律师报告一下。那第二个部分是有关这个利益回避，哈，所以审这个党产不当条例的时候，国民党的立委要回避，哈，我们当然希望这样做了，哈，当然希望这样做。不过国民党向来有一个特质，哈，是包括台联、包括民进党学不来，哈，这个特质就是讲坏茶给他去找了，硬要冲，哈。我举个例子，我们在临时会，我想徐委员非常清楚，在临时会民进党由我提出来一个，就是说我们干脆在临时会进行倒戈，他的秘书长因为涉贪被抓进去了，然后整个经济搞成这样，那整个陈冲内阁这是完全不受信任，我们提倒戈。
那倒阁是宪法里面少数见到的条文会规定的这么清楚，说只要四分以上的立委提案，在72小时内就要进行投票，就要进行投票。结果你知道国民党的立委跟这个立法院的王金平用怎么样回答？说倒阁案不是这一次临时会的特定事项，所以不予接受，不予讨论。连这个宪法规定这么详细的内容，这么清楚的概念，宪法层次、宪法位阶的事情，他都可以这样搞。那这个部分，民党也由我已经提出正式提出释宪文，我们要求释宪这个部分，我们准备在会期开始以后会正式送到大法官会议，就是倒阁案绝对是优先处理的啦。好，有关曾大律师这个两个提案哈，两个建议我觉得都非常好。那不过在第一个部分呢哈，也就是在审查政党法的时候呢，要求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利益回避这一点呢哈，因为政党法是规范所有的政党，是吧？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原理所有的立法委员呢，都因为有政党的都要回避，只剩下严清标，那当然不行。那所以呢哈，这一点呢会需要来克服。那么如何让他在讨论政党法的时候呢哈，国民党的委员呢哈不能够在程序委员会来阻挡呢哈。这个利益回避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攻防点，是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回避到只剩下严清标了哈。这个那第二点呢哈，有关于政党补助款呢哈，的确像曾大律师所讲的哈，这个要降低门槛刚才有提到3%。那么为什么要降低呢哈，这个政党补助款的设计目的我刚才已经讲过嘛哈。那么在台湾呢，国民党因为有党产，所以呢，国民党他在这个吸纳党员以及得票数方面，他有他的基本盘。只要党产在，只要中国还在，国民党在台湾一定会存在。只要党产在中国存在，国民党在台湾已经存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民主进步党靠是什么？民主进步党靠就是反对国民党，反对中国的这股势力，所以我们台湾人来支持民主进步党。民主进步党即使没有党产、没有钱，我们愿意支持他来加入他，是靠着这一股气，这一股民气、这股民意在支持民主进步党。那这两个大党呢，各有他的擅长，各有他的基本盘。那么对小党而言呢，各位宋楚瑜这个亲民党，你可不可以看到宋楚瑜气势很盛的时候，亲民党的席次紧逼国民党有没有立法院的席次？宋楚瑜一下来以后，他这一次为了要拉台亲民党的部分区立委，除了去找这个最优秀的李同海教授这是在政大金融学的权威的教授，那么又找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张晓峰的作家，让一些中间选民愿意来肯定他，然后他自己呢假装要选总统呢，全国走透透把那个政党票拉起来了，他才得到70几万票。那么台联呢，这一次呢，这个我们运气非常好呢，我们从民主进步党分了118万出来，这个对民主进步党的支持者这118万而言呢，在割血肉了。我是这么长期的支持民进党，而这一次来支持台联，为的就是要让台湾有一股跟民进党之间对中国、对美国呢，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的角色，那我们必须要来政党来协商。那台联是希望一趴先。那我是认为呢，只要当年这个当年度呢，他有政党获利超过补助款的不能够补助，不能够补助，把国民党那2亿5000万拿出来呢，那么把它降低门槛到1%、2%呢，让这些小党能够获得补助呢，那台湾的政治生态会比较平衡，这是我个人粗浅的看法，谢谢。